两黄一，哎，来都是哦。我们家会差不多啦，我家想结婚是一百公里回来。哦。想结婚的，想结婚是。结婚的哦。哎，是什么？所以呢，我呢这个姑娘，我呢小姑老王把认识了。啊，但是我结婚交我起码是拢在办公室吼。我国平的会员吼，有两千块嘛，哎呀，安达，在乎，叫叫妹妹，因为我是八十一岁啦，啊，八十一岁，是啊，是真的吼，咱搞笑的吼，咱有一个，我这个老夫妻就是了，做大家做。哦，这是什么呀？南京宾馆，生活呢就是这样。这个是感谢姑姑，工作是工作，结婚，啊，但是咱看起来嘛是拢做大事情。今仔真欢喜哦，今朝了会同事，我同事有一个朋友，姓徐，阿恁唔得发，发个老爸已经。做事噶，啊！但是咱俩我做事要一个地方要，一个财产要，遐要的拢是人来管的。当主的老人就对了，正啊！啊，所以咱咧学生是，我们正来经营啊。啊，但是即卖当主哦，如交流多吼，啊，就讲，啊，就讲是做副的，啊，就是。谢谢。